那个商城里面呢、啊，关店出去就到了，哎呀、啊，门口呢，没不，我今仔早早落来，哦，伊们开始用迄新电梯啊，新年快乐，大家大家。这一盘40块，就是算在一个百货公司里面，然后还有附汤，蛮不错吃的。然后中午蛮多人来觅食的。太多观光客在买羊奶片啊，就是不孝商人就会拿来获利啊，那所以皇家就不想铺货铺那么多，而且应该是国王也换人了啦。好，这个展览我完全看不懂。这是20元商店，全部都20元。然后里面啊，还蛮多东西的。然后更有趣的是，这里你会看到完全没有店员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是那个。分开的，就是其实结账要到隔壁，还蛮有趣的。连这些假花假草都是20块。我真心觉得老板是疯了吧，全部都20欸，而且货色非常的多。要一下，三块的，真的。你们柠檬是丢进去吗？丢了啊。
丢进去啊？没有丢进去，我是没丢进去，看你要不要丢进去。好好好。Thank you.